其实原本挺好的，但我哥嫂子回去记过一遍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杨米家。今天又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啊，我们一起吃一个小烧烤。这是我们回到法国自己家以后第一顿烧烤。哎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今天这一天真的是非常累，我整个身体都觉得非常的疲惫。为什么？但是我还是有笑容的啊，因为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个院墙对面是我们家的邻居啊。在法国呢，就是如果我们家院墙的这个植物啊，绿植超越到了邻居家，是必须由我来负责把他们家那一段，我们家超到他们家的那一段的植物给它剪掉。所以我今天中午一直在他家剪草，为人家服务啊。这个没办法，因为确实我们七个月，我们家的整个的这个院墙，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就长到人家家去了。我们家这旁边是有一个邻居的，所以说今天剪完了以后满头是汗。然后巴黎今天这个天气呢也非常的奇怪，是因为一会儿晴天，一会儿下雨，一会儿刮风，就是不稳定，但是温度特别好，都在25度、26度左右，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呢，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所以最近这段时间特别特别忙啊，我们的接待任务也特别多，所以特别棒。然后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小羊准备的什么吃的啊。今天老婆也特别辛苦啊，表妹也来家里了啊。是的，我擦一下眼睛，擦一下眼睛。刚才自己一个人生炭弄火都哭了啊。我们家小公主，妈妈做的好吃的是吧？啊，是不是啊？给大家打个招呼，你说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米米城，你们好吗？我是米米城的最好的米米阿姨。哦，真棒。然后你呢？你呢，大宝？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因为他在那个网上看了一下，就是他收藏的那个 Pokemon 的那个卡片，说一张最贵的是多少钱？110。不是那个1000多吗？哦，对对对。1900多是吧？欧元。对，1900多欧元。嗯，好嘞，赶紧看看肉。我老婆说别糊了，快带大家去看一眼，给大家看看这小烧烤。哎呦，真棒哇！咱们翻一下，好吃，好吃。妈妈做的烧烤，这是。哦，哎呦，这么多，能吃完吗？不可以吃。茄子都腌好了，你看。啊？我不要，我要肉肉。什么？我想要肉肉呀。要肉肉呀，好啊，给你做肉肉吃啊。你现在中文说的那么好呢？啊？说法语吗？有太阳。有太阳啊。这边还有这种红色的肠，家人们啊，这种肠的话在法国它属于是那种灌肠，然后呢价格的话就是这一大盒的话得要9欧元大约啊。来吧，还有这种小蘑菇，这个口蘑做这个烧烤是最好吃的。好，哎呦，这个想要这个，你说谢谢爸爸。谢谢爸爸。嗯，亲一下爸爸。准备的大馕，这个好吃。是我的。嗯，我都没看见，大家看看我的眼睛。今天晚上这烧烤牛，拿盘子啊，这个哈、非常棒。你看我这个肉切完了，看着就有食欲啊。然后这小饼烙完了，茄子。调了个小沙拉，阿丽丝的椅子，阿丽丝的，我是两个人都不成闷。上吧，妈妈可以坐了，我先拿着椅子。开饭了，朋友们，看看这个肉，磨成山了啊，非常棒。大宝先勒个肠，哎呦，开心了，妞妞特别开心。非常开心的一天，大家也应该天天快快乐乐，高高兴兴，没有烦恼，和我们一样。给大家看看我们家的这个无花果树啊，今年这个无花果长了很多很多，
每一期都有这个无花果的。哎呀，我一看这个无花果，我想给大家看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无花果。来吧，我们家小羊终于来了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小家庭。今天组织这个活动是我老婆啊。对，因为我看这个天气，空气也非常好，然后没怎么化粪过敏嘛，就那个化粪没怎么多。对。然后我就决定今天晚上。省得我去炖饭吃煮饭对然后我就决定烤肉，我不要这个了，我要这个。表妹也来了，表妹给大家打个招呼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表妹都说你瘦了，长得漂亮了，这是客气，谢谢大家啊。主要是想的想你们想的，我要病，我要病，想你们查不死他不行。哎呦，变是吧。对，就是唯一一点，婷婷的这个镜头面前摇头晃脑还没有改，没有啊，尽量还尽量对，不适应，希望大家见谅。其实原本挺好的，但我哥嫂子回去记个一百，说心里话了，说心里话了啊，婷婷不愿意了啊，不愿意。谁让你回去？谁让你回去？让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表扬一下婷婷。婷婷工作做得非常好，家人们啊，我们回中国生活这段时间，我们也得感谢婷婷，要不然我们没法回去。对，旅游这个行业很大一块都交给婷婷了，而且她完成的非常出色啊，所以今天属于是一个庆祝晚宴啊。好吧，你再接再厉，七月份八月份是旅游最忙的时间。好嘞好嘞所以你的减肥更有机会了。 No 嗯，是我们一起再接再厉，厉害，可以了，有进步啊，情商又提高了，也挺有劲的，长大了。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啊。行，那好。那你前面弄右。哦，谁呀？为什么？是我。是脚右，是这个，是脚右。啊，你说，姑妈，我回中国学了一首诗，我跟你说。什么诗嘞？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真棒。还有一个还有什么呀？鹅七象天哥，这个有点困难了。白毛浮绿水，红短不进窝。哎，可以背了两年。嗯，怎么了两年也算背了。对，我们背过了。 对没错，你看你姑妈鼓励你真棒啊。大家都知道淄博烧烤，我今天教你们这么做巴黎烧烤。拿一个大囊，嗯，然后挑一个酸奶汁儿，哎，添上，哎，不能，我的手里边是有，必须是七个月的韭菜、茄子，黑不溜秋的哈，必须是黑不溜秋的，必须是老米做的。哦，对，然后而且是烤糊的那种，嗯，老米烤糊了，这样就好吃了。我那几个蘑菇，巴黎蘑菇，然后一会儿一折给断了，因为你过的事儿，然后加这个。这一点沙拉菜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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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姜好，规规矩矩的，不低，然后姜好，一打肉，这个差不多，放上吧，这个行吗？这有点太多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可受不了啊！我本来就不是很爱吃肉，但是这个巴黎烧烤，我跟你说，了不低嘞，拉布拉多。然后谁来一个？哎，来，你给它合上，你听听这个声音。哎呦，催的，嗯，嗯，流汤啊，流汤，太好吃了，嗯嗯，有一个骨头吗？来，咬一口，咬。没事，回去吧。嗯，你知道吗，嫂子，你不在的七个月我都没吃过法餐。哎呦，太惨了，我的妈！太香了。哦，没事，我回来了，天天给你做。好。二林吃开心了。嗯，大宝怎么样？大宝，好久没吃
芭比兔了，是吗？哎呦，吃的你看规规矩矩的，又是美好的一天，家人们啊，祝大家好胃口，我们就吃饭了。对，咱们跟大家一起再见吧，下次见，下次见。